说呀，这个商场里边有一个无名园的米粉，特别特别的好吃，所以呢，我今天来这儿尝一下它这个米粉到底好吃在哪儿了。好了，难道这个就是传说中的特别好吃的无名园米粉吗？开间温暖的小店，遇见温暖的人，挺不错。就冲着这个广告，说明老板人也挺不错的。今天我带儿子来吃这个无名园的米粉，他是在我们的一个商场里边。我现在就特别纳闷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这个无名园的米粉它可以开到全国各地，就是在大街上边就是开这种无名园米粉的小店也特别的多。我们今天专门选了一个商场店，我觉得它好像跟我们在外头吃的还稍微有一点不一样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米粉看起来就特别有食欲，它这个里边放的是青菜，我们在其他地方里边是不加的。米粉晶莹剔透的，看着就特别筋道。儿子，这个米粉好吃不好吃？好吃。好吃啊。以前呢只知道吃米粉，但是从来不知道米粉是什么东西做的。今天我顺便问了一下老板，老板说这个是用大米做的，怪不得吃到嘴里那么有嚼劲儿。是我能吃还是这个粉不多呀？怎么感觉量不太足？这两天的天气有点热，今天我要的就是一个原味的肉末米粉，没有放一点点辣椒。其实米粉呢，它有好多种，原味的，还有肉末的，牛肉的，肥肠的。一般情况下，我还是喜欢吃肉末米粉。再喝一口汤，太香了。这个味道真不错。说实话，我感觉分量不太足，所以说呢，我赶紧给儿子又加了一个夹带饼。我们看看，吃米粉的大多都是女性。这个米粉吃到嘴里口感比较细腻爽滑，而且特别的有韧劲儿，吃到嘴里特别有嚼头。点了餐以后，老板给我们推荐了这里的酸梅汤。在我们北方呢，天气比较干燥，容易上火，如果有爱吃辣的，里边再放上一些辣椒，麻辣香，味道更足。一碗好的米粉，除了它的米粉好吃以外，其实它的汤也是最主要的。好喝的米粉汤全部都是用新鲜的大骨熬制而成的高汤，里边加入几味佐料然后熬制而成的。虽然说它不是我们当地的特色，但是现在有好多年轻的男男女女都特别爱吃米粉。就这样不紧不慢的一碗米粉下肚了，再喝上几口汤，今天又解馋了。平时呢吃那个米粉的时候，里边放上一些辣椒，就辣的也吃不出什么味道了。然后今天专门点了一个这个清汤的，这个是小店里头2块钱一杯的这个酸梅汤，夏天喝点。当我用心地吃完了这碗米粉，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无名园米粉可以开在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。